所以具足信愿行啊，行是你真念，那个念是乃至身念。这个身念是四十八愿里面讲的啊，第十八愿，身念必生，讲临命终时，这个人一生呢没遇到缘啊，到临命终的时候才遇到了善友啊，把念佛求生净土的方法告诉他，劝他念佛啊。那他的条件呢，听了之后立刻就接受，能信发愿，哎，他就能往生。啊，一生没遇到过啊。我在美国遇到一位，啊，在华盛顿DC，啊，有个同学，一生没有宗教信仰。啊，得的癌症，他开个面包店，这个人非常好，忠厚老成。临终的时候得的癌症，医院已经不接受治疗了，啊，告诉他没救了，家人领回去，这到处是求神拜佛。希望有奇迹出现。我们在当地有学佛的同学组成一个佛教会啊，华府佛教会啊，有几个同学就看了，看他那个样子，就劝他人间很苦啊，不必求病好，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把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呢讲给他听，他听了之后非常欢喜，告诉他家里人啊，不要跟他这个求医治疗了，通通念佛帮助他求生净土。念了三天他真走了啊，这他才是临命终之前的三天，啊，他这个念头一转，啊，一念佛，他不痛了。他本来这个癌症很痛苦的，啊，就不痛了。啊，所以他充满了信心啊，啊，三天很顺利的走了。啊，这个身念比身的时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临命终时啊，蒙佛摄受，这佛来接引，啊，变身极乐，花开见佛，悟入无生。